然后还有签名在上面，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转扭蛋，看看会扭到谁的哦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些商品之后呢，也会在我们梦想商城的官网上架，所以大家一直都要 follow 一下我们的官网，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架哦。我们继续为梦想家加油！好，我的干女儿子子呢，喜欢什么全部都给我来一份，好不好？那在今天呢赛前客队的访问，我们请教的是林书伟。